什么？排查娘，大呼小叫的，别惊了孙儿。你快过来。来了。这是。哎呦，只恨我小时家贫，没有亲近孔夫子的福气，这大字识不了一箩筐，看着这白纸黑字，跟瞎子没什么两样。海茶爹，你说孩子们会不会？不，不会的。可这盒子分明就是三郎李家，是我给他的。孩子他娘，你小点声，儿媳还在哄孩子睡觉呢，别惊了他们。我的孩子呀，孩子他爹，你去找人念信，抓了去从军了。哎，这不太平的日子呀，我真不如做一只太平狗，也不愿当这乱世民啊。自小供奉孔夫子，略通诗书。略通。先生，老汉想请您帮忙看看这封信。好，好。孩子他爹，孩子他爹，爹。先生啊，这兵役再猛，我们家除了老汉我，也再也没有成年的男丁了。先生，还劳烦。是家书。啊，是，大伯见谅。张兵令，能走能动，上至老汉，下至小儿，通通带走。什么？带走。大人。还他娘。还他父啊，求大人放过我们吧。娘，知礼如山。让他回去多守岁月战士缝衣做饭。他大人放过我们吧。不上课。带他娘，大人不得，大人不得。去，哎呀，站住！我看去又放。带他娘，说。那拿来吧。孩子他娘。不，孩子他娘，还是我去吧。孩子他爹，孤芳难安的，孙儿离不开母亲，家里不能没有男人，他们孤儿寡母还要你来照料，还是我去吧。孩儿都平安，说不定我还能在战场上遇上他们呢。我老身孩子病郎，也能缝衣，也能做饭，大人就成全老身吧。这明君啊，随我们走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走。大人。孩子他娘，孩子他娘。孩子他爹，好好照顾他们母子，等我跟孩子们回来。走吧。孩子他娘，孩子他娘，孩子他娘。